首先要颁发的就是2019邓白氏中小企业金奖 MVP 的得奖的企业，让我们一起来恭喜以下三家企业，也请得奖的企业呢被唱名到的时候呢，请上台来准备领奖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恭喜全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掌声送给他们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恭喜金阳国际股份有限公司，请上台。盘昌科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请上台。我们第一家得奖的企业，我们的全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，请往前一步来接受我们处长的颁奖。有请处长颁奖，也请台下的贵宾把掌声送给我们在台上得奖的企业。这是荣获我们今年2019邓白氏中小企业金奖 MVP 的得奖企业，恭喜全麦企业。请大家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得奖三家企业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们要再次的邀请我们主桌所有的贵宾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叶明水秘书长请上台，李慧玲处长请上台 ，Miss Arati Sharp please come up， 还有我们亲爱的 Dr. Scrifignano please come up， 以及我们邓白氏台湾的孙总经理。还有，请各位在台下的贵宾，同时的可以把掌声，还有呢，拿出你们的手机、摄影机，都可以拍下这个荣耀的一刻。